归终四款新建模，留云仆人技能机制 4.3 到 4.8 剧情五款新皮肤确定。各位大佬好呀，有关仆人留云的机制来了，消息非常保真。仆人之前也说过，就是一个大胡桃火赛诺吃精通和攻击，相当于胡桃吃生命精通，胡桃生命转攻击，仆人精通转攻击就行。那么仆人的武器也基本可以猜测出来了，护魔同款就行，把生命词条换成精通。留云及大林尼特双形态嘲讽机制，利用嘲讽巨怪克洛林德玩感电超载。有关归中的新版建模有了，目前内鬼共晒出四种方案，归中确定会在纳塔完成转生入池，貌似是钟离用神之心和冰神做交易换取复活友人。归中的旧版建模肯定是没法用的，毕竟这两个衣袖就无法实现。好消息是在 4.4 我们也将见到年轻时的平老了。有关 4.3 到 4.8 间章剧情， 4.3 并非纳维莱特的夸夸节，而是电影节，拍摄电影前侦破的案件和电影内容。 4.4 海灯节，福福纳维亚和克洛林德会前往离月，纳维也想去看看炎龙王，结果却在沉郁谷迷路，最后还遇见了胡桃。话说纳维变成完全之龙后就有底气去别的国家闲游，如果不开心了就直接审判。 4.5 属于绿人章，会讲述戴因包括斯科克和他的师傅的事。 4.6 会开第二个周本，据说是仆人。 4.6 仆人的剧情还会顺便吹一下丑角，说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。另外会描述执行官们的事情，包括少女，毕竟少女即将和队长在纳塔出场。 4.7 须弥相关设定补充，福宁纳传说2会对世界观再一次补充，纳维再次登场，填坑雷龙的事情。 4.8 裴可力丸调香师首次出场。另外该内鬼还透露后期男执行官们都会被刀一遍，包括已经进池的公子伞兵，貌似之前也就舅舅说过公子会被祭一次，可能跟他的 SP 限定皮肤有关，并且之前网传 4.5 草神伞兵的剧情也是真的，两人也会在一个卡池复刻，貌似就是整烂活制造话题热度。那么最后再来总结下皮肤方面的消息， 4.4 三款皮肤之中只有深褐为五星，行秋甘雨为四星， 4.8 两款新皮肤分别是阿贝多砂糖， 4.8 依旧是培可力丸。另外钟离七七以及公子的新皮肤也在计划之中，大家再耐心等待下吧。